这个排风扇在这里，它是一体的，一体的应该找会找哦。还有这里上次的时候忘记留一个，你再帮我扎一个，因为上次做的时候没有牵这个净水器的这个线，所以说只能在这里再开一个孔，做一个茶水那个茶吧机的在这里。那个插座呗，对呀，啊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直接搞到这里来就可以了嘛。你看一下留多少位置出来，到时候不要往这边打，往偏一点打，然后弄出去这个，不然的话。弄出那个阳台那边去呗。对呀，就是穿出去嘛，嗯。然后那边也是，那边好打，那边直接往那边打就可以了，打哪一边？打这一边是吗？就打这边吧，打的话直接排出去就可以了。2米36是留了15公分的窗帘盒。2米36，那这边呢？这宽度有多少？2米17。那这是床头嘛？那是床尾。那到时候床尾这里要给我拿个板搞起来，不然的话这个不属于床头了，床尾了吗？你那个图纸上面是有板弄起来的，床头那里。应该有了呀，我看你那个图，我不看。有的话，那你怎么睡那个头啊？对呀，我就说要到时候我怕你的不有留，我的，看你那个图纸是有的。衣柜做到哪个位置做出来？衣就你要柜做55公分是吗？50啊？50也得，55也得。你那里留的是55，那就55呗，就坐到这个位置呗。刚好一个瓷砖。你做50的话，好像有时候你那个衣架就不好放嘛。就从这里留58到这里。那我看一下，从这里量过去还有多少位置啊？剩1米4的位置，这里放鞋的这里，那也够了。做3层，1米4的话，1米3几，1米4差不多。那就差不多。到时候你记得那里给我留一个茶吧机的位置啊。就是这里排一条管就可以你了，是说吧？热水器的，他就懂了的。哦，那。他当时说要排明的，我说排明的不难看嘛，然后我又打了个槽放进去就得了。应该它这个尺寸都是统一的吧？这个大小的尺寸，是你买是30×60的吗？30×600，300×600，对，那就是，一样的。一起。然后你看一下，到时候关腻子什么时候用到这个灯，你要提前跟我说，要在网上买，它要时间。还有也做灯带吧，做灯带跟这个筒灯。然后这边是做这个筒灯还是做什么？这边一般人家做房灯，我不知道你们了。什么灯啊？那个叫，四方的呗。就是像隔壁那个一样。啊，对。那它这个尺寸是多少乘多少？19×19。19×19啊，这边跟那边就两盏这个。到那里呗。哦，这个叫什么灯啊？就是方灯啊，十九乘十九啊。哦，19×19，可这以。里一，那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两个呗。你装窗帘盒还是装那个杆？窗帘盒。窗帘盒你要拿过来啊。啊，现在就装了吗？那人家做吊顶就要装上去的呀。那什么时候做吊顶？要做好那个衣柜，做好那个鞋柜才能做。现在就装窗帘盒就开始弄啦。我装吊顶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呗，他要装在那个公模板上面的。如果是你装窗帘盒的话，他那边是装窗帘盒是吗？对，我要提前是吧？啊，对。大概什么时候装到那里啊？他还有几天？应该要下个星期吧，刮完腻子，刮完腻子要搞这里，就刮完腻子就做鞋柜嘛。对。做完鞋柜，然后就开始，装吊顶，啊，那不先做房间的柜子吗？它一起的呀。哦，一起的。是啊，因为我想做吊顶，做了吊顶，它没办法装这个柜，吊顶也做不了。那下一步就是搞这个窗帘盒，要提前拿过来是吗？对，你要窗量帘这不个是窗，窗，怎么量这个？要多长啊？大概？3.47米。3.47是吧？我们师傅会帮你量好的，帮我量好是吧？那就是说你做之前，我要把这个窗帘盒拿过来给你做。那窗帘呢？窗帘跟这窗帘一起装吗？还是不用啊，就它直接先装挂窗？上的就得了。哦哦，就说装。先装那个盒嘛。如果是你这里不是留那个杆了吗？你不想要那我不个要圆杆，圆的杆我不吗？不要，是，太土了。你要那个珠子嘛？它有一层是纱，有一层是布的嘛？你要跟人家说好。要多少层的，
人家才知道。这样子啊。刚刚呢，这个装修那边的老板娘也过来，就说过两天呢就开始关腻子，然后装这个柜子，还有装吊顶这些，所以说接下来啊，我还要忙的工作还是挺多的，灯啊、窗帘啊、家电家具啊这些都要提前弄，还有就是抽油烟机啊这些也要提前弄。这次来呢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唯一一点呢就是装了一个就是阳光房了这个窗，走去看一下那个窗，就是装了这个窗，阳光房的这个窗。这个窗呢不封呢也不行，封了感觉很闷热，很就是但光线很好，就是有点闷热，太小了这个房间。唯一一点采光最好的一个房间就是这个房间，但就是太窄了这个房间，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我都拿来做这个主人房了。这个房间光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这边是做一个落地的，然后这边呢做了一个这个窗，这个两扇的这个窗，外面里面都做一个，哎呀关好一点。唯一变化的话就是装好这个窗了，其他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过两天就是关腻子，下次来的话就大变化大变样了啊。